有请下一对，有请下一位。来吧。好，那我们来个灯光嘛，来个音乐吧。我们就提新问啊。最忍受不了对方的哪个缺点？扰乱跑，扰乱跑啊！啊啊！罗马没有挂掉，什么意思？游戏不陪我出门。打游戏，打游戏，打什么？什么？打游戏，打游戏，打游戏不陪我出去，游戏很重要啊！哎，关键是张鑫本来写了个没有，对，划掉了。其实还是很在意，是不是？好，来我们第二个问题。既然是上一届的最佳拍档冠军，给这一届的最佳拍档冠军留一句那个言吧，留一句经验祝福语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我看一下。好，三二一，什么？努力在工作吗？在工作吗？努力买房，买房好像哦啊！你们已经买房了？什么已经那？已经悄摸着买房是吧？确实，我们都要住进去，我住你们床底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来自热心的路人问的。他说：“你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会腻吗？”小一卓犹豫了。哎，你这回去吵架就和你。哦，还要再润色一下这位选手，哦、左边这位。哦。好，三二一，不会吧？可爱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结束了结束了。哦哦哦哦！好了好了。哎，那个阿星哥哥好会啊，是吧？没有了没有了，学习一下学习一下。看到咱们都脸红心跳，看到我们瑶瑶都红了。好了好了，咱们这一组的 MC 就是又甜又快又好，然后那我们就有请下一组小伙伴说 MC 吧。耶、yeah. yeah.